今天非常高兴哈，能够来跟大家宣布我们的跨年三部曲。往年在赖前市长的时期都有跨年三部曲，所谓跨年三部曲就是这个正要他送戏啊，然后跨年晚会，然后会聊日出。但是新的跨年三部曲，这是由我们关子岭温泉协会所举办的跨年三部曲，真的是好礼讲不完，好玩玩不完哈，所以真的是非常开心。那其实跨年台南这么大，所以跨年活动哈到处都有。我们也希望说，借着这个跨年活动，能够让我们的好朋友、市民朋友们，还有观光客朋友们，大家眼睛一亮，希望说能够一起来台南。我想今年碰到疫情的影响，好像大家都觉得有点不准。那年度关键字也有人提出一个叫"疫"，有人提出一个叫"闷"。那不管是"疫"或是"闷"，事实上大家都心里不是太好过。但我们希望说，跨了这个年，迎接2021之后，大家就开开心心、快快乐乐运时来运转，能够这个扭转乾坤。所以希望说大家一起来参加跨年三部曲。同样的，在新历年跨年之后，我们农历年开始要跨年。今年农历年跨年，我们举办在友营这个代天院那边的广场，也希望西北西南都一起有这个跨年的气氛。那欢迎大家一起来。希望来关子岭参加跨年三部曲。